Nah, mulai.我们现在呢所在的就是哈瓦那这座城市它的中心点位置，在我的右手边它就是旧城区，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新城区。不管是新城区或者是旧城区，它看起来就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我们现在要去济南坊，号称是古巴的油条。店长。哇哦。那你都饿了怎么办？不会了，来了幸亏了。好，那我给你蒸。我不要吃。你们没有饭。感情会上的。感情这么好哦，你要跟谁分？我们跟严南哥分，我们要一人一半。不是一人一口哦。我一口，他一口，我一口，他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他一口，他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他一口，我一口，他一口。不要这么长啊，数不穿。可能一根没有那么长。看。这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早上。这个价一份吗？他就把它变成这个。对啊，可是很多哎、欸，可是他等下把它弄断吗？哎、欸，快点！你一口，他一口。好，谢啦。那个他糖最多在那里。来，拿一个吧，来一起吃。现炸的果然就不一样。那你没得吃啊？帮你拿。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它味道比较不一样，它比较酥脆，跟之前我们吃的不一样。对，而且很香，它炸的很香。你看，撒了满满的糖粉，感觉很罪恶，吃在嘴里，你还是可以上天的。你知道为什么一点点糖粉吗？因为糖粉没有打得均匀。Okay, 你有没有觉得后悔拿到那个糖粉没那么多了？这里，给你的，给你的，谢谢蓝帅，真的蛮好。完了，没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到这家店呢，在当地非常受到欢迎。看看这四周围全部都是人，为什么那么受到欢迎？为什么它是人气名店？最主要的就是啊，美国作家海明威他曾经造访过这，而且呢，他留下了一句话，他说他的 Mojito 就在这家店，而 Mojito 也是他的最爱。不过的味道非常的抢戏，它的基酒呢，最主要是以莱姆酒为主，并且呢，加入了一些些的柠檬、薄荷，还加入一些苏打水，中和莱姆酒它的烈性。其实说真的，还蛮好喝的。就在此刻，我们发现路旁出现奇景。它随着音乐虐待滴滴。
然后看到小朋友都欲罢不能。我觉得这家小酒馆非常受到欢迎，早上11:30开，然后一早呢在外面就排满了人潮，那现在呢一开店进来，这一样客人非常的多，真的大家都慕名而来。对，谁的名？慕两个名，第一个呢就是慕鸡尾酒，这叫 Degree， 是的。那第二个呢慕的就是海明威的名，没错，他的鸡尾酒他是把它打成冰沙状，所以呢喝到嘴边你会发觉在这热带岛屿国家呢喝这个东西是非常对味的。对，